上。一定没错，奥利维亚应该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走的，你们赶快追上去。这家伙正面的手臂似乎有某种能力，想想办法对付他。干得漂亮，就像这样干掉前面这三个憨憨吧。差一点就里面的人听着，奥利维亚，我们奥斯邦带走了。想活命的话，放下武器出来投降。应该是这条路没错，四处找找有没有奥利维亚的线索。在旁边的房间找找钥匙。Thank you.
辛苦你们追到这里，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奥利维亚，你们不会再见到，你们被包围了。侦查情报显示，这里潜伏着一批精英狙击手，快找个掩体躲避一下。奥斯应该就在前面的操场上，准备决战吧。